911的台式音乐风格深受许多台湾乐迷的喜爱，其中32岁的团长春风人气更是强强滚。春风个性率直，外形也颇具江湖味，但私底下却是热心低调助人，在演艺圈有着好人缘。根据 ETday 新闻云报道，春风在演艺圈人缘颇佳，尤其深受许多女性欢迎，因此常有不少女星合照。许维恩外形亮眼，身材性感火辣，平日也常在个人网站大方分享美照，也会提供自己的保养心得，深受许多网友欢迎。过去许维恩也多次分享和春风的合照，甚至春风在台中经营的理发副业，他还亲自现身到场力挺。两人亲密的互动还有人拱他们在一起，但许维恩表示想太多，意味两人真的只是好朋友。有本土剧女神封号的岑冠廷深受许多观众的喜爱，而她的人缘和人脉也很广。某次她分享了和春风的合照，内文更写道：难道我们是朋友也要跟你说吗？最后还开玩笑的标注我身边有一阵风，并分享两人的甜蜜合照。也有粉丝拱他们在一起，但曾冠廷也留言澄清：我们是姐弟，被封为情色教主的知名辣模雪碧，拥有傲人的一罩杯之外，平日的言论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。他和春风都是台中人，两人的个性也十分海派交朋友。先前他还分享一张两人穿着同款情侣照的合照，一度让人以为两人在一起。不过当时春风透过经纪人否认，并坚定地表示和雪碧不可能，至于衣服则是经纪人送的。